地都第三章第一到十五节。你爱点高吧？给条新主的人，莫反对政府，噶莫反对给条做阿条的人有权利哎。但系爱晓顺给条啥，噶爱点做好的事情，莫讲坏人，莫相吵，做人爱好心，爱晓用心对拢众人。人比王拜七家也是上多安雅，唔顺上帝，行唔对路，安然发发世界，样样都爱，安慰唔感恩人，安快安实心甲上吊脑。但系上帝七家救主，如本七家可能以安下隆重人甲如本七家可能也好心思。而叫七家没人比七家做出的好事，但是都人比以按有良心对七家，而叫七家就是用上帝的心灵，而本七家得到新生命，甲本七家晓上到教神的样式，就是大耶稣基督七家的救主，上帝的心灵，上帝教授本七家的。因为上帝安好心对七家，上帝每七家变出的人出在面前，七家变上帝的圣人，故而七家晓得到永久的生命。这永久的生命就是七家点希望的呢。俩教徒就是真的教徒，爱爱你真经公本的都相信上帝的人的俩教徒。所以他就是要真经做出来好的事情，这两种就是有作用的事情本两种人。你不联络和这条人按念上奥多讲到的事情，讲到耶稣的教的脱离，也是讲到耶稣的教的历史，因为这就是没作用的事情。是有按用的人为灭善心主的人，你都爱九百二日两年，喺工业每堂，你都爱行人日的。准备你的像安样的人，就系行唔对路的人。各位嘅做一出，都证明出嘅就系唔错的人。喺工业派阿德马斯卡地基库许多日边呢，你都爱表格来你爱错你个玻璃的详细。人比爱结天章的，人天的时节爱爱结比黑。你爱亲近天主阿波罗斯甲泽纳斯，结扎按地条例的人。喺讲二条爱大人结比开行的，二条爱灭教来，二条爱众多的东西。七个先做的人，也爱学做好的事情来天主苦多的人，唔爱灭多，七个生多冇作用。爱调查隆重处理笔的，答应满意调查的消息。这条穷心是咩人写爱的，你就爱讲本的调查的，爱答应满意调查的消息。上帝的福气甲你调查穷下电器，人比上帝安好心。